你要去溜滑梯吗？爸爸，那个太高了。有小的啊，那个是荡秋千哎，要不要去溜滑梯？还有跷跷板。软软的，很好走啊。这个是怎样？兔子给我，我喂你。好。兔子呢？兔子在那边，你去找。啊，你去溜滑梯溜下来找。是啊，你溜滑梯下来找。